最难过的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寻得有情郎，有缘的爱人。今晚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是有时我们听说男人不应该让女人流泪，如果男生您有对不起您身边女孩子的地方，请您现在就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同时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，希望安排的歌曲您都不喜欢，跟您说声晚安，再会。天使有人醉，今世春，此事让恨深，长恨水长东。触目
量多少人，真心愚蠢何处不言，夜深风烛敲起你，晚夜千山皆是恨，孤影伴着梦中想想这种歌词，梦又不成，灯又尽，美梦不做不成，灯火也烧尽，不是何等的凄凉。但是曲调是这么的优美，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您进入甜甜的梦乡。今晚节目在这里告个段落，晚安，祝您好梦绵绵。夜深风烛敲起你，晚夜千山皆是恨，孤影伴着梦中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。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。现在天很凉了，晚上睡觉请您注意保暖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晚安。是春夏秋冬。